好点了？嗯，好像有效果。别高兴，这些不过是拖延时间，抑制剂的效果不会太久。准备好了吗？不用担心我 ，Ashley 才是首要的。既然如此，该干什么很清楚了。出发，三丘喷洒！ 我们一起去救杜露西尼亚公主。你可小心点吧。哎，那是我的毛。好吧，我快点还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哼哼哼，别老是疑神疑鬼的。我不是说过我会帮你吗？这一集，路易斯将是我们的同伴，有一篇文档。 10月11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明明是闺女5岁的生日，可我却待在一艘破船上，去往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要不是为了那点钱，谁会去那荒郊野岭干活？城堡里的人一直提醒我们要小心挖掘，但还是有几个工人在吸入一些灰尘后倒下了。他们肯定有事瞒着我们。这个工地里的秘密太多了，我也开始咳嗽了，还是睡觉吧。 我肯定出问题了，今天又吐了3次血，身体弱得几乎没法动弹。奶奶的，我就不该来。我来这里是为了挣钱，结果付出代价的反而是我。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对不起，宝贝闺女。爸爸欠你的太多了。早上开始脑袋不灵光，怎么回事？吐了好多血，好多虫子爬。我听见一个声音。到最后一篇文字的时候呢，他的感受已经变化了。 工作的好日子，挖掘让我快乐，满心都是幸福，一切都献给你，全部都献给您，萨德勒教主。有些东西你肯定喜欢。在这儿有第3个靶场，我们还是把靶子全部打成 S 级。 3A 奖励靶触发条件是要在10枪之内干掉所有敌人，也就是说一枪一枪打是不行的。第一个出来，打爆炸物，可以一次性把全屏的敌人全部干掉。打头，等第一个水手倒下之后，打爆炸物，装弹。 不用太着急，但盛宴时间到，全都尽情打出来吧！哈，派对现在开始了，枪法真漂亮。远处一个骷髅，可以打炸弹。游戏结束了。S 级评价。 4个骷髅，接下来要打3B 了。就弄清楚规则以后啊，打起来就方便一点。否则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触发隐藏条件是什么。3B 的触发条件也是在10枪之内，把海盗全干掉，主要是打穿膛。 瞄准最远的，然后等他们在中间汇合的时候，2枪斜着，站着左边一点点，一枪，都难不倒你。这个到右边来等着，不着急，贴到最右边来，瞄着。 等他们全部过来，瞄准第2个大概的位置，一枪搞定。然后这边是站在正中间，等骷髅的靠的我们最近，他们肯定会在中间汇合。奖励时间开始了，是奖励，真漂亮。
都难不倒你。下面的暂时可以不用管，打最上面一个，搞定了，骷髅全部打掉了，然后再随意打打就可以了，搞定。这一关是只要弄清楚奖励条件，不难打。接下来，三 C， 也因为是个游戏，也是要穿堂。你是个艺术家，老弟。王蛋，稍微近一点，等后面人全部出来，打爆炸物。等前面的水手倒地了。打爆炸物，你是个艺术家，老弟。打穿堂也可以，保险一点。然后到这边来也是打穿堂。好，进入奖励时间。全都尽情打出来吧。上哪，终结他们，牛仔。进入奖励主要是去打骷髅，远处有一个。真漂亮。有一个爆炸物。搞定。这里的三个新的靶子呢，我个人感觉不是太难打，比较好打。好了，打靶结束，去兑换一下。当然是人类，中了毒的人类。现在轻松了吗？使用两种代币混合着去进行兑换，都可以。这里就获得了购买物资优惠40%，步枪弹药合成奖励，手枪弹药合成奖励，冲锋枪弹药合成奖励，霰弹枪弹药合成奖励。OK， 搞定，回去了。我这里进了一些新货，嘿嘿，来看看吧。定制一下手提箱，之前获得了刚刚获得了一些东西，先装备上一个步枪弹药合成奖励，和一个蝰蛇生命值恢复奖励，以及一个护甲背心修复可以打折，我们把蝰蛇给吃掉。实际从我的角度来说身上那么多药，实际上卖掉也就卖掉了，因为如果说我需要吃满血的药物去回血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我就重打了。先放着吧，占格子就占格子吧。欢迎，我为你进了些新东西，老弟。护甲修理一下，现在钱也不多。奴呢，这一集呢我就不带了，实际上这集可以带奴，可以省点子弹，但问题不大。然后把马格南放起来，奴放起来，药放起来，把步枪拿出来，高倍镜拿出来，我把药给它合成掉，太占格子。把高倍镜装上，高倍镜还是有点用的，在这个关卡最好有高倍镜，我觉得会好打很多。我曾经尝试过把枪换成那种可以穿膛的枪可以上激光点的枪，但是上激光点呢是需要紫金石去换的。装备上了手雷，比较快捷的装备手雷，出发。信任一个为保护伞卖过命的人，对我来说很难。你都知道了，保护伞已经完蛋了，你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企图？就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点，改过自新，或者做点类似的事情。哎，什么时候成死胡同了？这里应该是出口的，有一个告示，我们要到里面去找开矿的炸药，把这条路给它炸开。抱着步枪，可以把这个先干掉，有几率爆虫。这几个敌人的位置呢，有一点点随机。正常情况下，一开始可以打四个，一枪没打死，可以不用管他，直接下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是很好打，抱着喷子直接往上走。我们手上的这把狙威力是升满的，少操心，我懂。这把喷子的攻击范围很大，等电狙过来炸一下，抛出狙爆电狙的头，威力很大。电狙已经被干掉了，然后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敌人，等后面的敌人上来用手雷送你了。杀了我。喷子的攻击范围很广，暂时不要下去，因为右边有一个扔燃烧弹的，这些敌人有几率爆虫，集中一下他们再喷一下。清一下。稍作等待，还有。控一下前方的敌人。一个爆虫的闪光弹直接闪掉。把右边扔燃烧瓶的待会给他干掉，这个不要跟他墨迹了，血还是蛮厚的，一枪满攻击力的狙啊打不死他。然后把旁边的这个给干掉，现在全场还剩下一个女的电锯过来了，用狙打她很快，实际上如果带弩过来打她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弩去消耗她，但是子弹够用还好。东西呢先不要捡，多消耗一点，到时候箱子里面能开出来一点。已经干掉了，此时呢已经没有敌人了，该收拾就收拾一下东西，一些手枪的弹药啥的，还有一个祖母绿，箱子可以开，然后我们要上去一下，有一个宝藏。如果带弩呢，打这个东西啊，弩箭还是可以回收的。上小手枪，这边还有箱子，弹药调整一下。然后楼下的门是进不进去的，把子弹该装填的都装填一下。触发一下开关，后面会刷三个敌人，可以使用手枪去干他。弩箭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敌人啊打出硬直，只要敌人不从我们后面出来，用弩箭效果是蛮好的。但是我们子弹还是够的，所以就用子弹打。爆虫了。爆虫呢就用步枪打一枪，如果不死手枪再补一到两枪就搞定了。好了，把东西捡掉，但是现在先别走，刚才我们拉的那个开关是降下了一个桥，这里有个箱子，这里必出三个敌人，不是吧？
换枪来不及了，退一点。马刺让阴沟翻船，正好手枪没子弹了，五枪搞定。干掉了两个之后啊，还有一个。这三个敌人呢，有大几率爆虫。前面两个在一起，爆虫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挡他。这个上去挡，你看看看他不给我挡啊，我也是奇怪了，又要浪费子弹了。路易斯补枪了，这玩意儿应该能用。炸药拿到了，几个箱子补一下。炸药啊，大发现呐，朋友。没错，一下就能解决那死胡同。收集这些宝藏啊，它要暂停，我个人不大喜欢。它如果可以像深海一样啊，在旁边有一个大一点的图标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非要暂停我们游戏，我个人比较讨厌。你的身手这么好，你真的只是个研究员吗？我就是个平平无奇但很有女人缘的男人罢了。手上呢带上闪光弹，然后吃个药草，我们身上药太多了，不吃也浪费，要不然就卖点钱。优先走，真是个绅士。你欠我一次，路易斯，正面。扯平了，和你一起就没好事吗？骑手往右边跑，一路跑，走到旁边以后扔个闪光，直接拉闸。带盔甲的不会被闪住，但是没盔甲的可以直接秒掉。我就喜欢这场面。接下来耐心的等待一下。闪避，路易斯现在走开了，和他迂回一下，他也是可以用子弹去把他给灭掉的。他的主要弱点是在嘴巴，但是耗子弹太多没有太大意义。跟他绕一绕，敌人的位置比较好，正好触发了路易斯在他背后上挂炸弹。这个时候路易斯拉了仇恨，打爆炸弹之后直接拉闸。这个呢算是速杀了，运气也比较好，然后把一些补给啊拿一下，这边有很多的补给弹药。
我们等于是用一颗闪光弹和一发步枪就干掉了两个 boss。这里一下给了我们30发的手枪弹药啊，这还是特别逊的。好，送路易斯上去。怎么样啊？游戏里面它的这个整个的关卡设计啊，跟神海比较像。它每一个关卡的战斗可能就那么几场，但是这几场战斗设计的都特别好。配合音乐啊，包括有的地方是无限刷敌人啊，这种压迫感啊，做得很到位。太煎熬了，他们居然在地下也养着怪眼。这地下可是他们的圣地，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 Las Plagas。从那些远古的琥珀沉积物里面，他们真有能耐。我们等路易斯上来。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打字机，可以存个档的。你叫我们做这玩意儿，那你有别的办法吗？来退吧，桑丘。你叫谁桑丘？看，动起来了。这样我们能快点。我做梦都想不到。嘿，我们要赶时间嘛。哦，说回来，说什么？希望你喜欢过山车。我们要出轨了，侧倾。米娅奶奶，快把那些板子打掉。就撞上了，矿车在左转的时候我们就用方向键往左，往右转就方向键往右，防止车子翻掉。提前控制好车子的方向，可以防止它快翻的时候我们把它翻回来，那样的话会有硬直。刚刚开始呢。这一段我个人觉得设计的也是蛮好的，他给了我们一把瞄准起来特别蹩脚的枪。这片区域有三个敌人，有一个宝藏，有几率爆虫，上去看看爆不爆。要爆了，里面有一个扔炸弹的，等他爆掉，然后找个角度打他手上的炸弹，炸药搞定，清完了。
们现在手头有80多发弹手枪弹药，还是比较过瘾的。前面一场双巨人的战斗啊，节省了很多的弹药。好了，出发吧。一次就够了。进入了二阶段，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要我们去把车子往回翻这个动作，提前做好准备，往右拐的时候我们就往右侧身。左边有个电锯，不要无谓的对他开枪，先把右边的干掉。打掉他之后上弹，真是太刺激了！还有木板，往左，快点，车就要翻了！进入山洞之后要对付电锯了。对付电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无谓的开枪，他举锯子了我们再开，如果无谓的开枪会把子弹打完，没有办法对付旁边的这些弓箭手。空隙的时候上弹，跟他主要是进行控制，不是把他给干掉，不要着急开枪。举锯子了，开枪，慢慢的，不要着急。行吗，桑丘？随你说吧。我靠！不过倒是挺快的。侯爷，去坐那个电梯。我们的目标呢是前往前方的一个电梯，在这里可以调整一下，把霰弹枪合成奖励触发和体术暴击装备上，然后制作一些弹药。霰弹枪弹药做一下，步枪弹药做一下，然后把宝石啊该镶嵌的给它镶嵌一下，走了。喂喂，放过我好吗？绕过去的话应该就能行，走吧。真他妈服了。我就知道
保持警惕，这些家伙有保护色。这一场对付这些虫子，也就是 U2 的战斗啊，是比较简单的，比第一场简单很多很多。找一下，藏得很阴，只要能备好几个固定的阴皮，就比较好对付这些虫子。而且他们如果在中间的情况下把他们打掉下去，他们就直接死掉。好处是可以节省子弹，缺点是没有办法捡到奖励。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往前走，在特定的地方他们会刷，根据声音进行判断。这段有一个，这把枪的射程还是可以的，正常情况下一头打枪再往身上补一枪或者两枪可以把他们给干掉，那像这个就直接已经死掉了。这个场景有四个收集品，或者说悬赏任务需要做，就上面这个发光的东西，三枪一个。等一下，先把这些飞来飞去的给干掉。步步为营，囊死。尽量分清楚他的头尾，一枪给他打出大伤害，第二枪就能补枪补死。虫子如果距离我们很近了，一定要拉开距离，否则很烦。好，掉下去两个。啊，该捡的捡一下。药草、黄草。要破坏四个虫子的巢穴，就是发光的。哦，这里呢可以去打第二个。出暴击了。一枪给干掉了。好，继续走。这一关初见来的时候啊，是真的烦人，你不知道它虫子藏在什么地方，真的藏得很阴很阴。第一次来的时候肯定是被咬得死去活来的，正常情况下。慢慢往外走，这边有一个。替我关照关照他们行不行？一枪爆头，第二枪干掉。嘴炮躲开枪。然后在这个墙的上面有一个，你看多阴。负责动手。头尾没分清，然后过去爆头，死了。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分清楚头尾，再爆一个头，必死无疑。然后左边有油桶，直接打掉，被烧死了另外一个。好了，可以补一下弹药了。这个地方四个藏得特别阴。第三个虫巢搞定。在山洞里面总共有两个隐藏着的这样的虫，油桶打掉，第二个就干掉了，直接干掉。接下来就从山洞里边出去了，我们的目的地呢也快到了，上面有一个，好像瞬移到这边来的，爆他的头，掉下去就不会上来，出去以后尽快回来，等他飞上来以后使用汽油桶，搞定了。然后外面地上还趴了一个，
这个时候音乐呢也停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赶快回头，然后再回头弹他。这很阴，这玩意不知道哪刷出来的，而且它的攻击距离特别远。我有一次录像就在这边阴沟翻船了，就在最后一下啊翻船了，然后重录，妈气死我了。还有一个虫巢呢没打，我这儿有新货，想起来了，你会喜欢的。任务完成。我发现你完成了一个悬赏任务，干得好，干得漂亮，我为你进了些新东西，老弟。这里呢可以考虑把刀的威力啊升一下，但没什么必要，问题不大。体术装备上，体术是有用的，然后匕首和护甲的修复可以便宜点给它装备上。欢迎，我为你进了些新东西，卖掉一些东西。陌生人，我会为那个付大价钱的。技巧是这种一丝不苟才用的长久，东西就该这样。这个时候我是想去凑30个尖晶石的，还有不少你可能感兴趣的新商品，去买那个高级改造券。随时再来啊，我们先存着吧。然后身上的东西，黄草红草绿草各一个，差不多了。身上那么多药，然后手提箱这边最重要的是把体术暴击率啊这个给它带上。我原本是想把这些整理装备啊升级啊都给它剪掉，后来想想看这个游戏对于装备升级啊用不同的武器对付敌人啊还是比较讲究的，有一定攻略价值的，以及生化四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管理类的游戏啊，所以说还是保证了全流程。快上来，累死我了，真得感谢一下科技的伟大。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豁出命来帮我们？你又不认识我们。我说过，这能让我心里舒服点。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以前为光明教工作。看，我就说嘛，帮你们两个也弥补不了多少罪过，我清楚。但我真的不想再让其他人受伤害了。要真是这样，那你最好卖点力。哼，侍从真刻薄。终于走出那鬼地方了，新鲜的空气都想我们了。不废，既然我们都走到这里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快了。快什么？雷！好久不见，新兵。Krauser少校，怎么是你？为什么？拿回被偷走的东西。顺便在路上杀几只老鼠，小菜一碟。Ashley， 是你抓的。脑子挺快呀、啊！我没教过你吗？用刀更快。和克劳萨的战斗主要是近战反击再反，跳起来之后180度转身
反击，他最多有五连段。还行。少校，上去补体术，如果没有补体术，他会弹我们的刀。按住 LB 补刀，出刀更快。我能够理解，那件事的确不可原谅，但并不代表你有权伤害无辜的人。你已经是小孩，是不想分出个对错黑白，还可以当新兵。补刀的情况下可以更快把它打出硬直。玩到这里吧，新兵，你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害我白期待一场。妙了，朋友。全世界的女士们多了一大损失。别说了。那这是我实验室的钥匙，去那里除掉该死的寄生虫。去救Ashley。一路走好，路易斯。